我等了20年，终于有人找我拍 BL 剧了。耶、yeah. ！而且我们俩也没什么亲密戏啊，然后我们是在记者会上面。距离没有的亲密戏就趁现在补起来。亮哲、谢承俊首度搭档演出男男 CP， 以合作多次的两人一来一往，真的超有默契。我是亮哲，然后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陈东阳。我30年前呢，带着我的明磊呢，去创了易云猛。看到他的颜值就知道，我其实想要创一个全台湾颜值最高的黑帮。是，我相信我应该做到了。耶、yeah, ，没错。谢谢哇！大家好，我是任君。我等了20年，终于有人找我拍 BL 剧了。耶、yeah. ！哇！这也是英雄啊！但是我本来是想要演那边的，就没想到我们演大叔。20年前还可以啊！是是是。我可以先问一下吗？好、uh-huh, ，请说。在这部戏开拍前，他们都有合宿，为什么没有安排我们两个？哎哦。不开心了，我们俩是 CP， 为什么不安排我们合作？不开心了，预算用完啊，明磊，我请你去。有了，我今天就邀请你来我家。导大说，即刻合宿到下周继续上架。合宿还是去外面找那个宿舍，你就直接来我家。哇，没有了，其实哇，好浪漫哦，我们俩真的很熟了。是，是有 NG 的片段吗？有 NG 的时候吗？还是一镜到底？没 NG 哦，导演说。哦，果然是戏精哎！而且我们俩也没什么亲密戏啊，所以不会。对啊，因为编剧把那个篇幅都留在鲜肉上面哦，所以我没有什么亲密。我们俩就是在记者会上面。来，现在立刻演，我们比较大叔型的恋爱。我相信你，我已经被用这四个字骗了20几年，你觉得？对，你骗人家20几年，你这样对吗？一干弯啊，弯一干弯呢。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了，所以他才不会要小鲜肉的感情。你可以清醒一点好不好？再怎么喜欢他，再怎么努力，他告诉他们永远不会是你。其实我也没有正面告白过。那我们来交换啊。哎，你连我、啊，不行，我回来，不可以。自己的 CP 自己守护，就算没有亲密戏，大叔们的恋爱也是火花满满。倒是奇迹主演徐凯和林玉彤，却似乎因年龄差而有代沟。一定有的、啊，真的吗？你说说看，就是我们真的，他喜欢的东西跟我喜欢的东西完全不一样，然后跟讲话的方向完全不一样，但是很有趣的点就是。从中找出他真的我完全没有的一面。我是想问一下，我的想法是怎么样？就稍微有点，果然是年轻人哎，有点小屁哦。既然是主 CP， 大家都很期待你们的尺度会到什么程度？应该是到这边呢、啊，最多。你是说上面还是下面？上面可以看，可以给大家看，可能是下面。只有白综艺可以看，对，没错。哦，尺度超开，不论鲜肉或大叔都各有看点。剧集还未正式上线，就已经期待值破表。完全乐联名文苏俊宏采访报道。